爸怎么样了？你们回来了，老爷，沈芳跟帝君回来了。那我跟老胡去准备晚饭，你们陪会儿老爷。苏小姐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 这怎么好？没事儿，让他们爷俩好好聊聊。走。浩然正气。父亲，您的字写得好。回来了。是，回来看看您。您的字。 越来越浑厚，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用笔在心，心正才能字体中正。这跟做人是一个道理。人若没有一身正气，岂不枉然一生？我知道，父亲对我们的家教一向要求严谨，幸亏我在汪伟潜伏那几年，没把那个气坏了。 那是你另有身份，而且使命所在。我常常想，如果换做我，可能还不如你。您这话说得太重了。不，一点都不重。我常常在想，一个人要有一身正气，这还不够，还要有骨气。 正气能让人品性端正，骨气让人坚韧不拔，这才是国家栋梁。不管你和你哥的理想、信仰是什么，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。父亲，您想说什么？没什么。您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说？ 说不重要，或许日后有一日，你能明白我的心意。您这到底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来，我来研墨，你来写一幅。父亲，来吧，过来。 父亲，您想让我写什么？你看吧。